我是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的王一晨，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几个简单体育锻炼动作：勾腿跳、仰卧起坐冲拳、马步冲拳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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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阳光正好，拿出我久违的轮滑鞋滑起来。热身一圈，走起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刘书涵，来自云南普洱。我最近在家里面学会了新本领哦，大家期待吗？